全体请肃立。诸问：为中华民国109年9月27日，基隆市慈云寺敬社誓殿典礼，正献官。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处长王于森率雅县官，基隆市立法委员蔡世应中县官，基隆市慈云寺主任委员李林宝玉裴济官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暨各界代表等周仪官，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处长林助理及青金学子等前辈，请早述传敬献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曰：依于夫子，道贯古今，四海同亲，夺声如雷，震声发聩，体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德，倡导人道，由亲亲而人民，由人民而爱物，必众生皆能各安其所，各遂其生，
以真大同，百代以下莫不尊崇。敢以平沼之仪，用身前导，扶其夫子，广庇学子，德业日进，社会祥和繁荣。以父圣言子，宗圣曾子，属圣子思子，雅圣孟子佩，福为上祥。全体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复位。行雅献礼，乐奏安和之曲。行中献礼，乐奏锦和之曲。Thank you.
Thank you.